听众们平安。今日甲各位分享的就是诗篇第37篇第3到7节。圣经里面讲：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处在地上，而家嘅信实为粮，就照自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情呢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当每人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这里出的经文基本上呢讲了3件事情，就是依靠或者信靠、交托，然后就是每人或者是安人。第3节人家说你当依靠耶和华，第5节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第7节说你当每人的等候耶和华。有了依靠或者信靠这个章，懂得人们来交托。有了交托之后呢，这个章会有安人或者平安的心。请每个有一位牧师的名叫做 Leroy Peterson。 这位牧师有一位年纪80岁的老母亲，这个老母亲呢从来都没坐过飞机，所以呢这个声音就一直鼓励他去坐飞机。最后呢给他说服了他的母亲之后呢，他个人决定去坐飞机，他就呢从这个美国的波士顿飞到这个芝加哥的位。那同时呢他的父亲就是第一次坐飞机，但是呢他父亲呢坐飞机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轻松，一点都不会紧张，所以他就能够按享受整个的行程。但是他妈就非常的紧张，一上飞机的时候呢他就笑啊，紧紧的坐住这个飞机的座位啊，甚至呢多一个梯步啊，紧张的时候的梯步，当那个飞机攻进失物的时候呢他都不能够享受，最后呢都伴他父亲把他的失物都失去了。你知道雷瑞牧师他本身已经是常常坐飞机的人，并且呢他就是成为一个私人的飞机航空的一个飞机师，所以他就按来经验。当他看到他妈按紧张的时候呢，他就按样跟他说，他说阿妈啊，你已经买了那个飞机票，表示呢阿妈呢是依靠或者相信那个飞机，是吗？然后阿妈已经踏上了那个飞机，表示阿妹已经把自己交托给这个飞机，来把阿妹带到去到的目的地。所以你看阿妹应该安天的安人的好好来享受这个行情。所以这个看见这个依靠呢就是个能够交托，有了交托呢就能这个能够安人。虽然在经过的这个飞机的行情会遇到那个气流啊，飞机可能会交通啊，但是呢最终呢都能够把他们带到他们去的目的地。亲爱的听众姐妹们，这个人生就是一个路程，但是呢这个当人没将这个人生的路程啊依靠或者交托在这个飞机上，这个飞机当人能够把这个带到这个人生去达到的目的地。那么当自己本着自己人生自己依靠吗呢，自己交托伴随呢，当然就是耶稣基督，对吗呢？因为自己知道唯有耶稣基督他真的成为自己救主，他已经救赎了自己，并且他已经为自己开通了一条前往永生的道路。在耶稣基督里面，自己有一个人生的清楚的方向和清楚的目标。当自己信靠了耶稣，自己就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托，依靠主来带领自己，来伴照自己每一日的生活。当自己面对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挑战、任何的冲击，
这么个风波的时候呢，一家都爱依靠一家的主，一家都爱万全的交托，因为一家的，一家靠一家本身，一家唔能够来面对个应付这一切，唯有主才能够帮助一家。因为佢已经任任何一家钢琴会离开一家，佢爱做一家随时的帮助。那当一家能够信靠了耶稣基督，当一家能够把一家人生一切的问题交托本主耶稣的时候呢，一家就能够过着一只安然的生活。因为一家地托由主来带领陪同一家，伴着一家人生的道路。当然，一家地托一家人生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风波、不同的困难、不同的冲击、不同的挑战，可能是关于身体的健康的问题啦，可能是面对经济上的问题啦，可能是家庭的问题、人际关系等等等等的问题，都会出现在这个的生活当中。但是呢，这个想象一下，这个已经发了暗藏的日子，过去这个已经看见了上帝一本信实的带领了这个透过这个人生的每日的不同的阶段，所以这个也会相信主这一天会继续的来保护带领这个，所以这个直到呢继续的依靠他，继续的交托本他，这个就能够安全的来透过这个的人生。这个地图唯有耶稣基督将这个每日人生的保障，所以有耶稣陪同呢，这个就不需要惧怕，这个就不需要伤胆。所以我一结束用耶稣的诗歌，就会生命的保障来结束今日的信息。耶稣是我的依靠，耶稣我坚固避难所，我的磐石，我的盾牌，主是我生命所有保障，主是保障，生命的保障，风雨路上为你是保障，不再惧怕，不再伤胆，有主陪我做我的保障，主是保障，生命的保障，风雨路上为你是保障，不再惧怕，不再伤胆，有主陪我做我的保障，有主陪我就是我的保障。阿们。